可以用。我一想说就是要鼓励这些年轻的同学们啊，你们如果喜欢名牌，看到很多明星们都哇每个人都穿名牌戴名牌好羡慕哦，那怎么办，我买不起，不是就是说你要自己要精打细算。就很多人会发现一个错误，就是说打折啊，像前一阵子百货公司大打折，然后就买一些无微博微，那这里那些无微博微买起来，你给加起来你可以去买一个很好的牌子的一个很经典的包包。所以入门款我们要怎么知道这个品牌，怎么认识它，多少钱，今天 Kevin 老师带来的有一些小物品是甚至都才几千块就可以买到，对，从几百块几百块接近一万块钱左右。 Anna Sui 不要打了老师，我跟你讲，还要提倡一个，现在每个人都要拿手帕，对，以前在日本，你如果去日本，他们都会发面纸，他们现在都没有了，都提倡发手帕，环保的关系，希望你带着手帕跟毛巾，因为纸需要砍树，对，不管什么样的纸都还是要砍树，而且都砍我们台湾的树，对，我不是日本人，不是只有日本人，全世界的人都喜欢我们的树呢，日本人喜欢我们的块木，对，对，喜欢你们的，还有喜欢我们的 wasabi 哦。不奇怪，对不起。你知道这条手帕大概只要，我记得没错的，这个条490元。哦，四百九十元，你看哦，再重复洗，可以，对，手帕都可以，而且越洗越好看，越洗越软，对，没错。你看，这是他今年的新的图案，叫做魔法家具系列，好可爱啊！然后看一下，这是小，它雨伞的形状很漂亮，好可爱哦。不是，它这个雨伞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啊，它的把手的设计都很漂亮，它上面有雕它的蔷薇。女朋友啊，千万不要去凹男朋友，说老公啊，送我这个，送我那个，睡觉会分手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会打。手帕是怕的伞吗？还会打吗？还有袜子吗？袜子呢？就叫你走路啊，那是反之吧？节俭不是东西。反之是什么呢？如果你想要跟你马子或你那个男朋友分手，就送他买这个。手帕呢？更可爱的是，它一边是一般的棉织面，另外一边毛巾。喜欢这490，对，这是400。然后你看它粉红色，哎，这是洗脸的哦，这才290哎。蝴蝶钥匙锁住你的钱包，手机吊饰，可爱小熊，然后后来他就长大了，哇，长好快哦，好可爱，好过分哦，怎么这么可爱，很羡慕我们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因为这样子，这也是午餐包。